现场来，欢迎大家哈，能够进一下，可以再发一些文章。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动作，准备哈，开始哈，来，太小，小姐你小，那危险嘞。测试一下它的重量哈，有多少？来来，那我们即将要发。送大家那个茶碗，怎么样？好的，那边的猜奖的猜卷哈，大家啊，那大家可以把你心目中的重量把它写上去啊，交给我们的工作同仁啊，那你好，稍微大点，它的重量，那个推进去的，哎，结果小，重大，重大，他在要不要重到客人啊？没办法使用哈，最重要是我们的小心爱惜它。那 Harry 的数量，它其实在这几年来讲，它的数量哦都一直在减少，减少，因为我们的国家哈的粮价格，以及呢它的农业哈有丰富的产量，就是我们的农业大脑能够灵活的运转，那农业也有很多的专业农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东港专门做经理的黄师傅，我们今天来做经理，那大伙伴请我们领导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一下经济状况。现在已经发送了农彩券，那这一次今天这一次黑尾它的重量绝对超过200公斤，绝对超过200公斤。那它的戒指这个圆珠笔呢，它的含水量含油脂都不好，所以说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误差哈。那它的戒指应该在200公斤到260公斤之间，260到260公斤。那大家可以好好的好好的来跟他这个用个人的这个感觉把它心目中的重量把它进行上去。那我等一下会把彩券把这个拿过来彩券会回收回来，那等一下我们公布完之后会做比对。那今天完全开放的来宾哈，请卖黑尾的嘉宾，那公司那最接近的企业，那接下来我们的规则是不超过你不超过的前十名哈，我们会再抽300元的奖金。那它的重量它重量所以说大家不要，那台不要了，谢谢，我再回去吧。今天的黑尾是我们今年解体的第二尾第二尾。我们第一尾的标记是一公斤是8800，一公斤是8800哈，史上最高，史上最高哈，老板都要流眼泪哈，那么晒。但是为了要答谢我们的地方的支持的顾客所以不惜成本那我们今天标了，再度标了第一尾，第一尾受到大家的欢迎，欢迎。那我们刚才入围了，声音嘞，声音刚刚入围。好，那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有部位肉可以卖，像它的头不含眼睛我们头卖2000块，头部卖2000块。有丰富的钙质、胶质、铁质，不含眼睛，它眼睛一颗2000，眼睛一颗2000，它的 DHA 最多的就在眼睛这个部分最多哈，然后它的下巴一次6000块，因为下巴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有连接到它的特上度，你看得到的。在这个方面安全最重要哈。那现在请我们的王师傅，开始做研究。
那你放哪？那这位丁伟仪嘛，他的重量是229公斤嘛，啊，他的油脂器在中上的位置哈，因为太小，妹妹，我丢给你，太大只，你蹲着，油脂也没有，不要站起来，蹲着。那是比较贴近的哈，那这个是由东夏我们配合的啊，威武厂商啊，都有配合。那我刚刚是2000块，原价3000卖2000，哇啊啊2000了哈，这个适合用烤的鸡啊，最好吃，最好吃，真的我们来人哦，好吗？然后我们会帮你送到我们啊市场那边做分切。再请您到那边去取货。那今天呢，只要购买满10000哦，我们有送哦，现在在日本仓里现场有包邮，所以哦到6月6号到6月16号哈，日本期间都有。那我们有送这个旅游券哦，15000块送您旅游摸彩券一张啊，30000块可能送2张哦，买一多送一多。啊，中奖几率很高哦，很高哦，我总共有5个名额哦，礼拜一上午11点会公开的奖。反正我们员工不参加哈，员工不参加。现在是他的头。对头啊，对对。是小姐买的。哎，好，谢谢你哈。谢谢，谢谢。这个头哈，它的胶质。同一位，同一位，好的。胶质的头，胶质，而且它里面的肉也多。好，让你再用啊，很方便。现在要把这个头部拿出来。头部啊，这是。啊。下巴，好，我们现在的左下巴哈。16000块，哦，因为它的年糕，它要年糕三角，下巴，它的年糕，因为它的单价比较高嘛，好，而且它的肉很多，它的肉很多，油脂、五花花也很多。现在在取的是头部嘛，这是头顶肉，看它头顶肉，那这两天，谢谢。这个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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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肉
现在是我们的卤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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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质很有弹性哈，我弄好这边。那等一下哈，它的颜色会在氧化，变成那个鲜粉红色哈，鲜粉红色。我们的肉质好像很漂亮，而且油脂够哈，油脂够。我总要翻了呀，这边比较毛贵啊。还有现在做粉切，粉切好，相当好，相当好，那个油脂两指半哦，油脂两指半，谢谢哦，谢谢王队，五千。2000。那给大家哈来挑选，那可以马上做试一片，那我们今天就来用哈。今天这一尾黑尾鱼229公斤，油花非常的丰富哈。慢慢的，它这边的肉会转成粉红色。非常的鲜红，是最好吃的时候。好，还有就是我们的猪肉。大家都以为哦，哎，猪肉，猪肉。是啥干啊？来，过家嘛，快去点过也有吗？过家。三角，一公斤200。这是活体，你请问我两位是？你爱相信我？你要听我的哈。对。油画很漂亮哈。把这边三角给我们过来。这个上面，这个上面。来，快点回来呀！快点。快点。那你要两片，吃一片。我想到了生产部门哈，马上做新猪肉分切。没有需要的人可以去那边选购。可以选购，这边可以那边卖的，对面这边卖的。我马上可以分装，只剩一种。那现在是它的这边，可以。再请谁？大概有100。